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大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次《梦幻模拟战》，我们把一些角色给转职。那我们看一下动画。那我们先转职索尼娅，那我们先转职到这个枪袭骑士。啊，这已经转过的是啊，转错了，不是这只。我记得我好几只可以转。哦哟，弗雷亚，弗雷亚不行。我记得好多只可以转的。哦，这个伊梅尔达。好，我们转的大魔法师吧。Go go。まだまだね。ここまで来たら、最後まで責任を取ってもらうからね。哇，女巫获得。然后还有哪一次？对，还有纳姆哦，我超喜欢。还好我有中纳姆，纳姆这个真的不错。这个贴图。那我一样是转成中间的路线啊。没有特别去选旁枝。哇哦，这个酷酷。興奮してきた、興奮してきたわよ。精灵，那酷酷快跑出来，大家有看到吗？然后还有海恩，我们也转职吧。海恩的话就也转魔法师好了、啊。この力、オイラ扱い切れるかな。然后还有银狼，银狼的话就转忍者吧。嗯，啊，语音就嗯，啥回？还有，应该还有好几次可以转。没了吗？蓝斯、洛迦还不能转吗？斯科特应该可以转。够。ここに勝利を誓います。栄光はあなたと共にある。不过斯科克的伤为那个他的状态属性真的 不是很强，所以大家是可以不用练这一只啊。レオン様の中堅。哦，利亚特转。レオン様もきっと喜ぶでしょう。ああ。OK。然后还有吗？没了。雷利西亚转过哦，转过转过了吗？转过了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吧，给大家看一下种子的画面而已。然后主角们可以转的吗？还不行。好，这集就这样吧。
喜欢我们的话，频道只会放图片，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，你就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